苹果树。桃苹果树。桃子吗？它很像桃子吗？好像桃子，有一点点啦、啊、吼，但是它比较大颗哦，是苹果树啊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谁在苹果树下面？苹果树。谁在苹果树下面？你告诉我这一只是什么东西在苹果树下面？熊在下面，对，熊在苹果树下。它在做什么？请你注意。还有一个刺猬。哎，来，你告诉我这只熊熊在做什么？在吃苹果。哎，吃苹果，你有看到吗？刚刚，今天没有看到。来，请你注意看，熊熊在做什么？熊熊在做什么？熊熊在啊？熊熊在哪里？哦，熊熊在这边，那熊熊在吃苹果。好，哦，小心，哦，小心，嗯，哦，对。